再忙，今晚不用等我了。好，那你要多注意身体。怎么这么忙啊？你就饶了这个沙包吧，都打了半天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你可别忘了，健身房老板可是我哥们儿，他打电话给我的。啊，哥，你有什么事儿你得说出来，不然我这个做弟弟的怎么帮你承担啊？你自己那点事还没解决清楚，还来问我？哥，这样吧。我给你推荐一个心理医生，是我朋友，你去跟他聊聊怎么样？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说你有病。瞧这个嘴笨的，我的意思是，我那个朋友其实挺厉害的，前段时间我还找过他帮忙解了心结，怎么样？既然他这么厉害，你都没找他问问你个相似的事儿？哥，我跟你说真的。喂，纪年，我和萌萌在路上遇到碰瓷的了。你等着，我马上到。你把地址发给我。好。哎，下来！哎，快下来！下来！这儿不是住人，下来！下来！下来！快下来！哎，哥，怎么回事啊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帮我哥。下来啊！下车！丞相，千万别下车，警察马上就来了。今天也在打扰当路上，有他在，肯定能解决这件事情。嗯，你撞到人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快来看，撞到人了！哎呀，这是大明星乔伊啊，大明星乔伊啊！啊，下来！舅舅都不管了，你撞人了，你也给我下来！撞人，下来，下来！快了，快了。这些人我之前见过，好像碰瓷儿的吧？乔伊，停车！给他拍下来！快点下来，等什么呀？都拍了啊！告诉你赔钱！哎，不是，哎，搞什么？哎，快动手啊你！秦总，小子，别多管闲事，放开我！你要是不想受伤，就给我闭嘴，乖乖等警察来。兄弟，钱我不要了，你让我走。别动！怎么回事？又是你啊！这是他录像的证据。哎，好嘞。警察先生，啊，我们有行车记录仪。好的，女士，为了证明自身清白，您得拿着记忆卡到我们警局一趟。好，没事吧？让赵萌去警局吧，你暂时坐我的车。嗯，走吧。乔乔，我这边有点堵，警察到了吗？我一时半会儿可能赶不到。恰好我们碰到了三河的秦总，他和于成在帮我们处理了。纪年，你可以不用来了。真的没事了？嗯，我晚点就回去，你先忙吧。好，那我过会儿去谢谢秦总。嗯，就这样。
秦总，刚才真的很谢谢您。没事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不过有件事情，我倒是想问清楚。关于参与《爱你是我的地老天荒》的拍摄问题，你还欠我一个答复。秦总，我现在还在蜜月期。那你的答复是？我确实很喜欢这个剧本，但如果拍摄周期能够往后延的话，我会考虑的。当然，你的拍摄周期也就几个月，我们会充分安排你的时间。几个月而已啦，乔乔，我看你就接吧。以秦总的能力，他肯定能把这个电影做得很好的。我不是担心电影的质量，我只是觉得最近几年特别忙，每天早出晚归的，我只是想多陪陪他。哎呦，自从珍惜被抓之后，公司一切正常。我看你啊，是掐着秒算陆总回家的时间吧？怎么会？不是公司加班的话，那他去哪儿了？好，我知道了，你说的事我会考虑一下。我们回去吧。好。